天真。你再把性命托付给一个刚认识几天的敌人，我相信你。这样的伎俩，以为我无法识破吗？把我带来这里的，不就是你的父亲吗？假惺惺的，想试探我，不必用这么拙劣的手段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但我会让你看到我的决心。莱纳，我发现西北侧的运输通道，那里可以，会成功的。我要带着你们逃出去。莱纳，我们走吧。那你呢？你并不只需要帮我们逃出去，你自己也要走出去。我也会离开。没时间了，快！运输通道就在前面了，小心！莱纳，莱纳，莱纳！莱纳，等着我，我一定能找到你，带你回家。